春节连假倒数计时，国道全面备战。高工局预估，从五号下午开始，南下车潮陆续出现。大概在初二和初三的话，哈，会是南下的量会算是最大哈。那初三、初四、初五，大概是北上量最大。那在初三当天，应该是南下北上加起来量会最大，应该会有310万辆次。六号小年夜中午前后车多，但大致通顺。七号除夕从早上到中午车潮涌现，南下预估会破240万辆次。八号年初一早上8点就会开始塞爆，午间保守预估会破280万辆次，还可能冲破330万辆次。那国五的会有很大部分是往宜兰花东方向的旅游旅次，早上7点到12点做高承载的管制。除夕到初五会取消免费里程，采单运费率，从晚上11点到隔日清晨6点，国五北上暂停收费，则是延长到早上8点。西部国道除夕南下，初三和初四北上将实施高承载管制，东部则是初四、初五北上实施，提醒驾驶避开拥塞时段。记者卢以宏、吴品仪台北报道。